大家好，我是 Demi， 是温哥华的地产经纪。今天我要带你来 SFU 大学看一个新楼盘 Arbor。 SFU 全称西蒙菲沙大学，主校坐落于 Burnaby， 2020年位于加拿大大学排名第13位。它在 Burnaby 的山上，离 Metro Town 不远，去高贵岭也很方便。加上每年学校的学生租房的需求，租赁市场的需要很大。在这里投资一套看山看水的公寓或是 town home， 不论自住或是出租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话不多说，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 Arbor 是著名的本地开发商 Intergolf 开发，他们有40多年的经验，在高贵岭和温西29街都有落成的项目。这块区域之前有许多大开发商投过项目，包括 Polygon 和 Mosaic。 环顾四周，已经没有多少区域可以开发建造了，这也可能成为最后一块开发住宅的土地。 Arbor 一共有四个建筑，其中两栋是六层的公寓，另外两栋是 Town Home 城市屋。六层公寓里的会所有健身中心，以及超大的屋顶公共区域 BBQ， 可以和邻居在这里聊天欣赏美景。第一期开卖一共68个单位，28个一房，26个两房，以及部分的三房。现在的租赁市场，保守的话一房可以租到1900一个月，两房2600一个月，三房可以超过3000加币，完全可以覆盖你的贷款，是一个很好的现金流回报。它的成交日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，定金只要交到 15%， 物业费预计5.2一平尺。一房的起价48万-49万，两房60万出头，三房70万出头，城市屋的起价是88万。朝南和朝东都有很好的景观。它的一房比较大，600尺起，两房773尺到833尺，其中有一个两房两卫加 lock off 的户型，非常推荐给有出租计划的朋友。它的面积是880尺，户型就像两个一房合在一起，有各自的出入口，也可以合起来成为一户人家。它的好处是已经设计了单独出租的单位，你可以自住一套宽敞的一房，把旁边的另一个一房出租，卫生和厨房都是分开的，唯一共用的是洗衣房。如果这个户型在一楼，就会拥有一个400多尺的大花园，并且有两个出入口互不干扰。城市屋的面积在1243尺到1377尺，都是朝南可以看景。下面一户是有大花园，上面一户有超大的屋顶花园，占尽天时地利。虽然大温的房地产市场现在并不活跃，可是有价格和位置都相对不错的房子还是要及时出手。如果你想预约看房，可以拨打电话778-891-6993或加我的微信